哎、欸，起！没有。来不及了，我已经起脚踩了。搞得整到卡车上去，卡车累了，卡车没油了。你还在练啊？你是不会玩啊？哎、欸，我很，我就一开始玩魔物彩虹骗手、欸，哎，我后来就没再玩了，因为骗手太虐了，把他打死了啦！可恶，笑死！好了，是你那台了。嗯。我要偷戳你！哎呀，耶、yeah, ！戳到手了，好爽、喔！我把别人的车打到爆胎啦！你们把我车胎打爆了！说要骑车，结果都在一直打把别人的车打爆。也不得，我骑不到，你们也别想骑。是这次那个699的礼物、喔、都有特效。这次有三个啊，雪人，然后那个什么圣诞树跟麋鹿哦、喔。这么酷！我觉得那圣诞树比较漂亮。嗯，刚有看到。怎么被压死？那是被杰克戳轮胎戳爆了吧？不是我了。你把龙头扭了一下，龙抬头，他把龙头扭破，扭龙头，他要打很多的场、欸，一场一个、欸，对啊，这不多哎、欸，看一下要怎么。钢铁哥不是说三个武器吗？啊，衣服五个，三个武器，我猫咪我不确定啊。因为他你现在做的装备是下位的 啊， 啊，感谢礼物，谢谢圣诞树，很漂亮很漂亮，想看吗？马上给，看一下啊、哦，好、哦，你看，苍心嘛。猫咪的就三个啊，哦，那就再一场就好了。猫咪的嘛，你自己不？武器你不做吗？啊，哦，好。太刀。武器下位一定要做，才可以上往上做。还有几个？对啊，那个字是星系名题，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改一下？我们用个微软正黑也好啊，为什么要星系？你说现在的字体哦？恭喜。就是他跑礼物，他上面不是会写说什么赠送给，就是给这个台这样，然后那个字体是星系名题哦。觉得微软正黑很棒啊。是，要三个，汤心顺便三个，加猫咪再加三个，所以六个。嗯。哦，三十分工资这么，很棒。哇，这是西瓜。今天不是要吃汤圆吗？不是吃西瓜啦。没吃汤圆，我连晚餐都还没吃。你吃甜的话，喉咙可能……我在想，我最近一直咳嗽，因为我一直吃辣的东西。该你，要嘞。干，就很想吃辣的东西哦。我来随便玩一下武器好了。暴冲！你要变超级？变色！我直接长出来了之类。哇，太强了吧！啊，我等一下打一打来吃晚餐好了，我饿。你还没吃哦？还没。哇！不是因为我妈他们买晚餐回来的时候太早了。嗯。他们四点半的时候叫我去吃晚餐。哎，好，也准备。妖人是我，对，王人没有错。因为我差不多两点的时候吃完我的午餐，然后就有四点半的时候，我妈他们叫我吃晚餐，然后我就说
太糟了吧！大也长痘痘啊，熬夜。嗯。啊，会长痘痘就是会长痘痘啊，那跟那个没什么太大关系。好难过、哦。会长痘。我会啊。也会啊。很严重啊。哇！老实撞我，还不气爆你！不，250不要。哎，我停。哎、欸，好难骑哦。哪来的？哎、欸，干，他怎么被弄翻啦、啊？因为我那个石头啊。白痴哦、喔，人把我车翻倒了啦！移车把车子翻倒，不用扶哦、喔。不用不用。我哪骑不到？啊、我要把你的干，骑错台，要下车。喂，哎、欸，没甩到。要凭你，我把那个车打包不给你。啊，车要被打包，不是车麻掉了啦，白痴哦、喔。哎、欸，看我的虫钉，他看你穿80。那虫钉咬他脑袋。不行，我骑不到，大家也不能骑。看，我想骑。不行，不让你骑。啊，没跳到，快死了！看着我甩不到他，打不到他，真挪战。啊，这哇，这个贱人！其实是我大跳的啦。不是啊，是你呀、啊！我在后面用龙脊剑啊！别别别别！我是骂你贱人啊！你就会骂小雨贱人吗？哎、欸，而且我刚刚是看不到的情况下是打的、欸。更恶。可以。我看哎、欸，这边人好多，打这边好了。要蓄意啊！就像速捅人一样吗？是我可以无法参加我们的骑车大赛，就这样。在旁边拿剑矢戳人家轮胎。真的。嗯，来啊！砰！啊！哎，后面多少人？我要磨地板！什么果酱哥哥，啥回啦？像我用拳，我把爆弹都带进去，打个下一碗爆弹，会不会爆了、啊？空了 ！Q Q。直升研究所重来，开始的。我直升研究所永远都是爆炸的，我已经不知道第半天没去弄。一定要空。哦。要一起。不知道耶，想要。天上天下无双刀。不要喇叭果酱拿掉好不好？我不要贱这个词。让人家没有，并没有这样，并没有这样说。你想说一下？说我那个已经爆仓很久的。还有一个要清楚到的原因在清楚。嗯，那这个阶段不代表你还有，那是因为你到了青春期那个时候，你的皮肤的油脂开始分泌，比开始变旺盛，开始容易长，所以才叫要欺骗。对，别傻了。
骑着喽。我要去骑小五十，用太刀。骑。你骑得到的话，就不把它省下来。不你，你有本事的话，你骑得到就去吧。不。哎，我还摆地雷，来呀、啊，你骑呀、啊。你骑呀、啊，有本事你骑呀、啊。不。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小五十会先死掉？骑呀、啊！小五十死了啦！骑呀、啊！有本事你骑呀、啊！又不攻击啦，你骑呀、啊！小五十，他穿不到，到时候应该穿滑空衣。伤害当然高啊，九个爆桶哎、欸，用钱叠出来的、欸。对啊，而且更高，那是单只没有带一只，因为我骑了一只在旁边混。所以要等节操回来再打。他打对吗？他打那个那什么神龙也要。哦。哇哇，这个应该是口腔检查吧？说你的画面吗？对啊，你看你看，这应该是口腔检查。这是口腔检查吧？好亮哦！白痴哦！看白痴哦！还不开给你看看？剃头镜，而且还打光，真的不错哦，这个牙齿。爱叫，牙齿看起来很健康。嘿，很健康。差几张啊？应该是差几颗才对。两场。你贴照片下张，图片超大张。突然变成超大张，嘴巴出来。人吗？我一个人打，然后你们那边打完，直接进这边。可以。想骑小五十？没有，我拿散弹啊。整天想骑人家。哎，我们这。上来了，小五十，哎、欸，小五十太小了。好，我这边好了。小白哦，没有，很嚣张啊，躺在地上没有，那也嚣张了，啊，救你了。好，谢谢。